它是做有一点斗篷式的上衣，可是它比较特别是、欸、它下摆是有一点裂斜的，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小口袋，大家看这一边会觉得它比较长，对不对？但它另外一边是短的，但你背面的话，它也是可以遮到屁股的长度，看起来你的腿还是长的，但是它不会让你说下半身看起来很短。然后这件会瘦原因还有这个，它在你的手部最细的地方，它也是做这样缩袖，然后是照稍微飞鼠袖的版型。嗯，而且这是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而且它材质也很舒服，算是完全不刺。你可能假如说你今天想要这样子稍微小型一点，你可以自己拉。然后平常不要的话，它穿起来就是一个还就是不勒脖的，蛮好。刚好是露出锁骨的这个大小的圆领，就蓝色这样整个看起来整个很亮哎、欸，嗯，很可爱，很弹用的颜色。然后我现在换了绿色，它这件材质还蛮舒服，就是你穿起来不会完全不勒不贴身。S 到 XL， 不管你是 S 还是 XL 都可以穿、哦。好极限。那种素素的上衣的话，你可以搭围巾。你没有围巾的话，你也可以穿这种稍微有一点几何图案的针织。好看嘞、欸！很好看嘞、欸！一穿就觉得好看。如果像冬天素素的毛衣，如果你不想要太素的话，你就直接这样穿起来，就这样，在室内也很适合。